马上就看到淋浴间，左边左边，下面、哦、正下面的楼梯，中间下面的楼梯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洗衣间就在旁边、啊，洗澡间。你是多想洗衣服？你如果没有，我想断电时间洗一下嘛。断电断电断电，断电在洗澡间旁边。你没有工作到是不是？欸、对，我没有工作啊。没有啊，你只要去报道就好了。去报报道就可以了。你没有报道到的话，会增加警星。玩过 GTA 吗？哦、嗯， oh, 我要 Q， 被单走、欸。我很认真，我来锻炼力量了。所以导游是什么颜色啊？这个吗？不是、啊，不是，这是我，我是小精灵。啊，锻炼力量，锻炼哈！在这，锻炼力量哈！快跑！我要锻炼几次啊？好，你只要打勾就好了。走进去打勾就好了。对啊，走进去了。小地图那边有打绿色勾就行了。锻炼。锻炼酱油啊！锻炼，这个是我。哈酱油在楼下，他蓝色在楼下晃。啊！蓝色，不要走啊！你要我在你后面。哎、欸，哦，这哦，对，他、哦、是黄色名字，我认错了，头发了。淋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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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淋浴的淋浴，淋浴，淋浴。都没有人 K 我。我 K 你啊！啊！对吧？这个黄色应该是酱油吧？对啊，这是我，我在你掉。哎、欸，又 K 我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啦！然后这里可以恢复体力，哦，这边，然后你只要按一下一，你就会开始洗澡。哇，我穿着衣服洗澡哎、欸。对，这是宣的。嗨，为什么你头上是红色的？比起绿色好吧。我再一次被逮捕了，不过不用你对我哪种兴趣感方式。好，好。他问我对他哪种逃运方式感兴趣。好 ，OK。对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有兴趣的？嗯，要带我们玩，对啊。晚餐时间，哎、欸，很忙、啊，很忙啊，其实真的很忙，超忙。大家七十，哎，好，我已经学到七十了，我全部都我也好了。大家是看要怎么出去了？啊？哎、欸，我忘了拿餐盘了、嗯。不用拿，你只要打勾就好了。你只要走进去就好。嗯，吃饭是在外面。吃饭是为了增加体力的，那个闪电。来了吗？加油，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、啊。他这个。T A Y 哦。哎，对。啊、哦，好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我们先去读书。就是你按 C 嘛，等一下按 C 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那边有一些制作的功能。那、啊、你要知识够高才可以读书，才可以做的东西。嗯。那你们先这边读书，找一个书架。按一。然后让那个跑条一直在，有没有玩过星露谷？钓鱼，有点像钓鱼，嘿。走，让你的智力升到七十。我的智力怎么都没上升？不是我，你要让那个啊跑条一直在那个。谁把它丢地上的？我不小心丢错了。谁把螺丝刀丢地上？有吗？你有正上升吗？你按一啊，不是会有一个跑条上升？哦，有了，不是按满哦，嘿，是按到那个中间那个中间。我也满了，可恶！啊，太累了。我被跨去。不是吧？你应该点躲进那个一。没事。好吧。啊！啊，如果你读到体力过那个太少的话，你去二楼。洗澡，嗯，你直接左，啊靠，吓死我！想说警察怎么跑出来？我太累了。走，去增加体力。哎、欸，吓他！你现在 C 好了，你看他那边是不是有好几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？对，你要智力到那边才可以做那个东西。那你滑鼠移上去，可以告诉你他要什么道具才可以做。哦。对，那你身上应该有六格可以拿东西，我们就去翻人家的抽屉啊，翻人家东西这样子。嗯，来了。我想要去回任务哎、欸，我还不知道我那任务要回给谁。应该小地图上会有星号还是怎么样吧？忘了。哪个？你怎么在里面？哎，白痴哦，自己人啊！
警察头来打人，我的妈！我想说警察，而且我看不到你 ID。酱油，嘿，来二楼啦，你不是对了。哦、这边、哦、这边过来过来过来，这边洗澡，这边可以洗澡。去洗澡去洗澡。谢谢姑。警察，有人在那边洗澡，警察。哎、哎，干嘛？他来干嘛？他 K 我，为什么？你 K 回去，你 K 回去，你 K 回去就知道。不要，不行啊！我们得团结一致。哎哎哎！要死啊！我要死掉！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那个是影月穿警察制服。原来。刚才连自己人都打、啊。哎、欸，警察啦！我看到了。啊！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！拿镭射枪哎、欸！没有镭射枪，那是你左键按着，你左键按着就会有了，有没有？我真的，我好生气哦！医生，阿尔，哇，还在追哦！还在追我！哎、欸，他们两个打！音乐。好了，先抢他衣服，抢他衣服，就抢他衣服，抢着抢着抢着抢，按一下一，你按一，对，按一下就好，然后上面不是有篮子，要赶快拿下来哦。左上角，点他人头的位置，嗯，然后把衣服拔下，有人成功拔下来，然后躲了躲了，没警棍哎，走了，他应该有警棍，只是你没有拿到而已。要找地方躲，找地方躲，你现在不能被警察看到。点名了，他完蛋了。欸、还没、啊、怎么办？你东西放你自己房间、啊、抽屉之类的，我可以放别人抽屉吗？不行，隔天会被清掉，只有玩家的抽屉会留着。啊，封锁？为什么？有了，开始封锁，把钥匙丢了，你拿到钥匙了，你把钥匙拿起来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就要解释，因为你只要拿到钥匙，他们发现钥匙不见就会这样子。嗯，因为警察发现自己身上钥匙不见了，对。你要去削，也要被削马铃薯了。我挂了。啊！我要去跟马铃薯玩了。我要去找马铃薯了。我很乖，我在家里睡觉，我很乖。有两只狗狗。啊！衣服没了。哇！只好等下再去抢一件了。对。哦，所以不能拿钥匙啊。不能，钥匙不能拿。我们钥匙唯一能拿就是拷贝下来。嗯，你姿势够高，可以做那个拷贝钥匙的一摸模具。点名喽、哦！我明白了，啊，点不 了，只能睡觉了。那钥，他警察身上会有钥匙跟卡片，卡片跟钥匙都是不能拿的。嗯，就是他们身上都会有固定的钥匙啊，发现不见的话就会警报。那我们要拿到钥匙的方式就是把它偷偷拿下来，在很快的时间内复制一把，再把它放回去。嗯，那复制方式就是要拿粘土去把它钥匙印模印出来，我们再自己去弄一把钥匙出来，这样。我们在地上会有个石膏粉啊，加胶水、石膏粉啊什么的，可以做一些粘土这样。嗯。为什么警察要来我的房间？他到底想干嘛？他是不是变态？你怪怪的啊！欸、你是囚犯啊？熄灯！你不要在我房间进去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点名啊！走了走了，点名点名点名，点名点名。点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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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我点好了。然后早上其他 NPC 的箱子都可以再摸，因为会刷新，玩家的不会。嗯、哦，那我要去看别人的箱子啊。我吧，我记得打火机是不是很缺啊？你看我家箱子什么、啊？我看这。那这是谁家？胶带。我要巧有巧克力，我想吃巧克力。可以啊，我开团团箱子好了。嗯、他箱子里面有死老鼠哎、欸！哇哇！他为什么把死老鼠藏起来？哦，哈姆太郎原来是你放出来的，找到了，原来是你。
我找到石膏粉了。早餐时间，面粉，滑石粉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你怎么把东西丢出来的呀？你就把右键，你把那个滑鼠移到下面，滑鼠移到那个物品上面按右键。嗯嗯。警察先生，你的衣服看起来好好看哦。我要去读书了，哪里继续读书。嗯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这次要什么出去？酱油教我们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辈子在这里。牙膏的。梳子，梳子或牙膏，牙刷啦，我牙刷。有了，女员，你的箱子有没有牙刷？就牙膏没有，他都马桶刷。他只有马桶刷，只有牙膏，可恶！我要读书读好气死了，其实什么都可以做了，那我看一下做什么啊？做个剪刀。我先做一些可以以后有可能用到的东西，做个剪刀。我忘记读书在哪里了，我看一下给你图。一楼右下角。一楼，我在二楼。嗯。哦。盯着我，盯啊，盯啊，盯我啊，来啊，看啊，我也在看着你哦。嘿嘿嘿嘿。我没有胶带。死老鼠！啊，你身上只有衣服跟棍棍。嗯，这里。我怎么没有胶带啊？出门不带胶带，不是房间不带放胶带的。嗯哼，嗯哼 ，OK， 好哦，好。我要交代，给我交代。你也没有。这是谁房间？秋风的房间。早安，早安。秋风房间有死老鼠。对，还有死老鼠哎、欸。又一个放哈姆太郎的。哪里有我要的东西？躲起来！警察先生，你进来干嘛？出去！哎、欸，夸小、啊，你在干嘛？苏打水，销毁他，我不爱啦！销毁他，你就是去啊，这音乐的，你就是随便找个人的那个啊。他干嘛？哦，戳刀啦！戳刀我有很多哎、欸，没有警察，警察在没收东西。哦，查看提示。谁的？让那个酱油来看好了。好、啊，酱油在赚钱。你在那个吗？读书哦，还是哪里？我读完了。你到上中间上面，你的房间附近吧，好像是。没有胶带啊？这里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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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这个公共电话它有提示，我们知道怎么玩。50元。有不用钱的啦，你自己挑一个。都要钱呢、欸。先吃饭哦，加班哦。有人走过头了。嗯。饭吃饭。嗯。其实也可以的。这个人手上拿的是什么啊？不见了。他拿一个好像鱼竿的东西哦、喔，这个人没穿衣服啊，这警察没穿衣服哎、欸，那警察太可怜了吧？吴秋风，快点！阿比，我跟着你呢。好，来接一下任务好了，秋风，秋风。现在为什么没有胶带了？嗯，不是。有人看到胶带吗？我刚地板上不是有吗？刚刚好像我翻到一个，不知道在哪里，被收走了。
工作时间。工作。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胶带？对，我要做二阶剪刀。这游戏里面的人是我们自己取的名字啦。对啊，我们改的。不是大家都有在玩啊。啊，没有，其实大家都正在玩哦，大家全部都正在玩哦，全部都在游戏里面啊。对，快打招呼哦！工作，帮帮我，别害羞，上起来，我想找工作，求职者们，你们好哇、啊，好哇、啊，好哇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说我真可悲、欸，哎，打他 ，OK， 错打出来，所以我有工作了吗？我要怎么知道我没有工作啊？按 C 那边有没有鞋子？哦，这里还有鞋子工厂哦。还是你右上角有没有叫你去哪里做工作？没呢，可是我打勾了。那打勾就好了。那应该就是我说工作呢，工作你不是要去选择工作？可是没有工作哎、欸。你现在应该都已经被抢走了吧？我看到咬死在路边。哦，我看你没就没有选了。现在应该工作都被抢走了吧？现在啊，对啊，你在哪选工作？应该说你是怎么知道你说你有工作？我坐在这里啊，这里哎，你有点经过我了，我坐在这边。哦，那个不是啦，那个只是说你有在点名，那样子说我要工有工作这样子。那你要看这个这告示牌。哦，自学整理邮件。啊，你点下去，他会告诉你这次目前有工作有没有人，有人的话你就不能选。嗯，那你要抢他工作的话，就是他要去工作的时候阻止他过去。锻炼时间，锻炼。安安，有任务哎、欸，有什么任务啊？听音乐要做音乐器啊。哦，怎么突然打起来？打起来了！这么生气干嘛？啊，身上有饮料哎、欸。嗯。哦。你阿比来接一个任务好了。啊！我想追某个人。哦，阿比想追某个人。追谁？为阿比找一身服装，好哦。这里不难道都是男的吗？没事吧。OK。医生。嗯。可恶！医生跑这么快干嘛？红色金塔好。挖掘中啊，开凿中。哦，红色惊叹号是教你一些技能哦。哦，是吗？新东西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以前没看过红色惊叹号哎。你看这个，他这个跟你讲一些技巧。好、啊，医生不能打哦。开凿、欸，医生不能打，真的哎。他会跟你讲技巧哎。他穿过紫色的门。哎、欸，我把胶带放在你的那个了，你的箱子里。哦、好啊，我忘记出席淋浴了。我忘记淋浴了。你坏坏。我不想洗澡、哦。你不洗澡。为什么下面有半颗心啊？啊，因为我没洗澡。哦。哦。我就二阶剪刀了，差一个胶带就可以做三阶了。诶、欸，找乐器，帮刚刚找到音乐出版，记得示范喽，记得示范喽，知道。穿越紫色的门，紫色的门、啊，所以我们需要紫色钥匙吗？嗯，医生服装好像这么做的是，哦、对，漂白水加我们的衣服。哦，嗯，哎、欸，我七十嘞，七一了，七十就够了，七十就够了，就会做全部了。没想到我们上次这里吧，硬被狙击枪狙着打。
繁星是这边吧，紫色的门，这里吧。我看一下哪、哦，在正右方。嗯，在图书馆的上面一点。哦、我刚才想那个、欸，他说要进去阅读啊。我还睡觉衣服。他说要读他的纸条，我们去找。哦，这里哦，有在这里。哦。漂白水，漂白水。像什么？嗯，他每次都把货盘送出去这堵墙。哦，白痴，就是上面那个啦，需要两个人的啦。来来来来，哦，需要跟拉门的那一个。对啊。哦，后面有警察。哦。啊！嘿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开，开。制作箱子，制作箱子的罩子，滑鼠键使用，按住就，我们要想办法做出罩子。它哪一个啊？啊，箱子罩子，我忘记要怎么吃东西嘞。点它，不是饼干啊，然后牛奶啊那些。它以上去应该有说怎么使用吧？它是滑鼠。鼠标右键啊，右键是 Q 出来呢。左键，左键右键不行。你放在第一格，然后按右键。点地板右键变防御。不是，你把东西放在第一格，按右键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。嗯，不知道，箱子罩是什么？咦，箱子罩子。感谢幸运草，祝大家都有新的一。新的新的一年、okay、是不是？新的一年，幸运幸福的一年，幸运幸福的一年，幸运幸福啊 ！OK OK， 音乐搓板，是找不到哎、欸，箱子罩子，对啊，制作箱子罩，箱子罩最高级的吗？没看到、哦，球棒。没有啊，我、哦、找到了啦，五十的第一个，哦，第一个，这又是什么木棍、铁锤加图钉，还有 L 板，箱子罩是跟木箱顶，它有两个东西要做，是不是？对，先做木箱子顶啊，箱子顶，所以要木棍、铁锤，铁锤要买的啦。然后还有一个箱子罩，要一个 L 型的铁跟，那是哦，顶跟那个好像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现在怎么出去耶？我们现在在看新的东西。